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清除内容的部分。那实际上，我们在这个清除内容的部分，除了把它清除之外，也会把格式给清空。哦，那另外有个叫 clear contents 啦，就是说 clear contents 只是清除内容的部分。那实际上各位可以比对什么？其实可以比对那个常用里面的那个，这边有一个有没有？就是全部清除啦。其实全部清除就是点 clear 哦，点 clear。那这种写法呢，哈，这种写法是跑回圈的方式，逐一逐一的一个一个，因为 sales 是指的是什么？储存格。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储存格去清除，但是这样的方式哈，其实比较没有效率，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哈，应该是指是方法二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方法是方法一，是用就是储存格的方式来清除，那比较有效率的方法有方法二，什么样的方法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范围的方法，其实我们前面哈主要会用到第一个物件是 sales。 第二个常用的就是 range，那 range 我们前面只有给它一个储存格，把它当储存用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什么范围使用。那范围的话哈，比如说写法非常简单 ，range 嘛哈，就是一个范围。那这个范围的话呢，刮弧之后一样给双引号，那从哪一个呢？从 A 2一直到冒号多少到 L 32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点。 clear 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呢，直接可以把它清除掉，点下去，那当然你打个 C 哈，它也会自动出来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底下这些哈，基本上如果是绿色的，前面这个绿色，它就是一个方法。那这个方法就是等同类似画面上面的这些功能 ，OK 哦。那也就是执行它之后的话呢，那里面当然有 clear 是清除全部。 或者是什么清除里面的那个注解，还有清除内容跟清除格式有没有？还有清除里面的注解，哦，还有清除里面的比较常用，还有像什么清除它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啊。那常用的大部分都是 clear 了哈，就是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清除。那这两种方式呢，都是把里面的资料都清除掉。OK， 所以第一步，当然我们先把里面的资料清除。 那第二步有没有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让使用者填资料。那填资料的话呢，你这边可以给他一个清除的讯息哦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，我先直接给各位看一下。那第二步的话就是啊，输入什么呢？第一步就是先清除内容啊，所以清除内容有两种方式，各位可以比对一下。第二个是输入什么？输入日期。那输入日期要输入到哪一个储存格呢？输入到 A2的储存格有没有？就是一个一年的第一天。那这个储存格里面要怎么输入呢？我们刚刚有秀给各位看，就是说 input box 要让使用者跳出什么呢？请输入年历的第一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跳出这个讯息方块的话，那就直接怎么输入 range A2 等于 input，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个讯息，让它知道说哦，输入这一年的第一天。 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输入它输入完毕之后的话，再来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，就是要让它怎么样自动增加后面的，比如说每一个2月以后到12月的第一天的日期。那前面我们用的是 edate， 不过在 VBA 里面呢，没有 edate 函数，没有 edate 函数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函数我们可以拿来取代，叫做 dayAdd。 dayAdd， 啊，那这个 dayAdd 函数哈，如果各位不太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要了解的话了，当然哈，一般坊间有一些什么 Excel VBA。